女星蔡淑臻冻龄的容颜加上完美体态，羡煞了不少人，也让人好奇她的保养秘诀是什么呢？她出席活动代言时透露，私下的她很注重皮肤的保湿保养，因为只要保湿做到位，就可以降低皱纹跟斑点出现的几率。另外呢，平常还会避开淀粉类跟高油脂的食物，再搭配泡澡以及其他的轻度运动来维持好身材。斑里透红的好肤质，47岁的女星蔡淑臻看起来超冻龄，到底保养秘诀是什么？当你保湿做好之后，你其他的工作可以减少一点，就它就比较不容易产生皱纹啊、斑点。想拥有仙女肌，关键就在于保养这一关。对蔡淑臻来说，她每天从早到晚都很注重保湿工作，因为演艺人员常需要带妆出席活动或演出，长期下来肤况变得比较敏感。但只要保湿做到位，就能减少困扰。而想在镜头前维持绝佳状态，体态也不能马虎。蔡淑臻透露，平常除了会泡澡增加新陈代谢，还会做伸展等轻度运动，就连饮食也采取168间歇性断食法来管控。比如说我昨天吃的比较晚，我可能8点吃，那我隔天就是再晚一点才开始第一餐。很油的东西你不要跟大量的淀粉放在一起吃，减少就是高油跟一些高精制糖的一个食物来源，确实也是可以帮助身体比较容易去代谢这些食物的热量。除了饮食管控，搭配运动和保湿等保养工作，想拥有冻龄美肌不再是难事。记者纵道。